第三十一题，请比较甲乙丙丁四倍溶液的浓度大小。我们从刚才的文字叙述以及这个图里面都可以看得到，我们的甲跟乙呢都是100克的水里面溶了35公的某物质，所以这两个的浓度呢应该是一样的，所以呢答案应该会甲等于乙。知道甲等于乙之后，我们答案就已经出来了，因为只有选项 B 呢是甲等于乙。那我们再仔细往下看，那么乙丙丁都是饱和，可是我们从表上可以看到它饱和的时候所能够溶解量是不一样的，30度溶最多可以溶35，10度的时候溶的最少只能溶13，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乙丙丁都是饱和溶液，但是它的浓度呢是应该是乙大于丙大于丁，所以看看完之后我们就确定我们的选项 B 是没有错的。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甲乙丙丁四倍溶液的浓度大小，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B， 甲等于乙大于丙大于丁，甲乙的溶里面所溶解的某物质的量一样，乙丙丁都饱和，可是温度不一样，温度越低的它的浓度就越低，所以我们答案呢选择的是 B。